关于冰河再临时空秘境，大家伙儿都在抱怨这个精英僵尸好难打。咱们先从图鉴着手，都是灼烧攻击，可以削弱韧性。火龙草的攻击，这三魁的攻击都是灼烧攻击，不过其实没这么好使。我觉得最好使的配置还得是五阶元神加直火树桩。小煞树桩是三阶的，最好得四阶，因为有的关卡不能使用能量豆，那就很抓毛了。之前的时候咱们打这个精英僵尸真的不要太辛苦，像机枪豌豆都放冒烟了，这家伙还在嘎嘎前进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硬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，之前和祝青聊天的时候有个特性还做过视频，那就是植物的无敌特性，鹦鹉带走植物的时候吹飞，再使用能量豆就是无限大招了。而之后他还做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粉丝星夜兰在使用装扮大招的时候可以鼓舞植物，而如果这时候用树根交换被鼓舞的植物，就会发现被交换植物消失了，但是原地仍然在释放大招。那接下来咱们就试试用这个方法随便打一个冰河秘境关卡，会不会异常的轻松呢？哇去，这体验太舒服了，过个关很轻松嘛，精英僵尸算什么？